辈再出逃，唱给你听，收官音乐会的现场，我是本场晚会的主持人 Alan 苏醒。我是苏醒旁边的主持人张远。好的，我们最后一场音乐会的主题是唱给你听。当我们想要在繁忙的生活中逃离出来，不妨让自己停下脚步，去看看周围的风景，去感受身边的美好，让出逃可以成为下一次旅程的开始。是的、okay. 今天呢，集结了这么多热爱音乐的朋友们，那我们就带着大家来一场音乐出逃。